难以理解的广东人，兄弟，你们广东人肤色挺黑呀、啊，我们广东人黑，这还不是吗？你给我看好啊！嗯，我怎么样，还黑吗？我最近学街舞了、我这个算啥？你看那边。想不到你们广东还是舞蹈之乡啊！你试试两分钟不要动，我一直就没动啊！哎，这，哎，干嘛？你们广东天气热也不至于坐电梯都脸红吧？对啊，对着，你把垃圾丢完没？这广东天太热了。广东天气这么闷，你没经验不怪你。你自己嗅觉疲劳就不怕别人闻到很尴尬？用这个清晰之言了，它能快速清胃，而且可以摆脱出汗的黏腻感，最重要是香味十足，而且非常持久啊！谢谢兄弟。哇，好香啊！你们广东人蹬个自行车都这么有青春气息，哎，你不懂啊，他说啥呢？哇，那你现在懂了。